嘉义县政府为着要甜瓜栽种技术更加好，特别举办嘉义县天气冰柑比赛，希望透过冰柑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我嘛是今年第一届种洋香瓜，啊，我过去是种硬菜，啊，因为菜价无好，啊，人讲种梅拢试看卖啊，嘛感谢厝内太太，大家到管理吃洋香瓜，算是说普遍性的一个水果哈。所以在这个时间，大家都这个很容易看得到。那现在我们温室栽培之后，把它体品质又高高的提升上来。十年前可能就粗俗的，可是现在不一样的哈，现在就是非常高贵的哈。经过严格初心苦心了后，由来自新港乡的戴永坤得到冠军。伊的甜瓜是八水，瓜子肉是加在白，香味十足，看得出农民栽种的用心。那这个比赛的平台，除了是名次以外，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这些瓜农彼此可以互相交流跟认识，那也可以透过评审的这个等次的评比以后让他们知道说哪些人可能某些的瓜类确实表现得特别好，他也可以在这边可以得到一个交流跟学习的机会。馆长王章良讲，嘉义县伫瓜类的表现是真好，无论是梅龙瓜还是芒果啊，透过比赛，麦当为农民搭建一个平台，除了评比出名次之外，麦当促进瓜农之间的交流。大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